逛超市买吃的，买什么吃的呢？这边的外套都是背脊呀。对呀、啊，很冷嘛。给你买一盒巧克力，让你甜甜蜜蜜的过情人节。你的脸怎么粉呢？你想吃哪一个巧克力？想吃这个还是这个？哇，这么大一包才29，59吗？你看错了吧？是59，哪里29？那个啊，那个是29啊。嗯、哇，这还是一大盒的。对呀、啊。这个59可以哦，好大一盒哟。你要吃哪个？你这个是99的是吧？我们这个是91，80多。是吗？嘿嘿。59，哎，别拿这个呀，这个它有价格哦，放上去，走吧。让你甜甜蜜蜜的过情人节，有福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感觉发财了。烧肉饼礼盒。里面是肉饼啊。对啊。来一个这个，这个也要称吗？对呀、啊，要称的。蒜苔筋，蒜苔筋，白骨筋，蒜苔清蒸，白骨筋、枇杷筋都见过，还有蒜苔筋的。去称，你要吗？一人一块。我不吃。那我拿两块，我拿两块来。你跟半斤吃吧。好，我跟半斤一人一块。你要小蛋糕吗？可以拿一个啊。拿个小蛋糕吃。才6块哇、啊，全是奶油。对啊，全是奶油。好啊，可以啊，走。你看，我们这次买的是这个能够整个瓶子装的沙拉酱能够挤的，就不像是我们上次那个玻璃瓶那个那么麻烦了。就买够了吧？嗯。买两瓶无糖的就可以了吧？嗯，好。OK。哇。够够够。装不下了，全是吃的喝的。多少？160。对，160。全是吃的。呀，这玫瑰花怎么卖呀、啊？帅哥，玫瑰花怎么卖？8块钱一支。那我们拿一只吧，拿一只。要有叶子。现在花好贵哦。买了一支玫瑰花送给小薇，就意思意思一下，是小薇情人节快乐，祝大家。我们好，不是送给小薇，是我们好。买了一支玫瑰花，在这个情人节里面意思意思就好了，然后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记得要逛超市买很多很多好吃的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回去有好多好多好吃的。哈哈，你们买了，你刚买了你就把它给打坏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，一起去看这个世界。